月7日是2021年高考开始的第一天，当今年作文题目出来的一瞬间，觉醒年代永远的神话题再次冲上热搜。谁能想到，不管是全国甲卷的可为与有为，全国乙卷的当代青年与理想，全国新高考一卷中毛主席在新青年发表的体育之研究，全国二卷中做人的道理，北京卷孪生逢其时，还是天津卷的纪念日，几乎每一道题都能引用觉醒年代中的经典台词，或是以觉醒年代为例意去写。难怪有网友就连语文老师押题都没有这么准的，觉醒年代不愧是2021年高考作文素材库。